目前咱们就是在群当中咱们把所有的发放的这些奖金包括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包括咱们海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包括这个各个战队各个省市的这些骨干都付出了很多的辛勤的劳动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发过来很多重要的一些证据，还有一些资料包括国内咱们对军队的渗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咱们把奖金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包括奖金，大家所付出的辛勤活动劳动以奖金的形式发放这里就不多说了。在群当中，大家所得到的奖金就是大家也有目共睹的，对吧？也非常让人满意满意的人非常多就是从群当中的这种说话的气氛咱们可以感觉出来所以说，在咱们在高兴的同时，也要。保持这种危机感，要有居安思危、如履薄冰的感觉，这些钱呢，其实要乱花，买什么东西也没什么意义。你在国内买什么车啊，买什么房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说，还是保重好咱们自己的身体最重要下面呢，咱们给大家讲一下咱们国内的这个大乱即将来临，所说10点，大家所需要注意的就是目前咱们现在就是处在这种。新老交接非常乱的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注意点什么就是首先国内要换大额，就是说原来咱们做棋牌的包括家里放，就是原来咱们在前年让大家把钱取出来放在家里边，要大额的这种人民币的请速度联系我们的客服。你这些钱太多了情况下如果要是有个40万、50万的就是扔家里边。如果要太多的情况下就说请速度联系我们的客服这些钱，共匪国的人民币即将成为废纸没有什么用处即将崩盘所以说钱太多了，只扔家里边全是废纸的情况下，还不如留一部分就是说该折腾就折腾出去请速度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客服会指定咱们国内的指定地点把人民币换成相应的日币、美币、欧元等等包括有可能换成一些别的元，咱们最起码能有花国美嘛，对不对？是不是？最起码它不是废纸，对吧？你这个钱它太多，你要说有个10万、20、30万的就得了，就别折腾了就大额的速度联系我们就是我们能帮你弄一下这个就是免费帮的没有什么收取什么点儿，不像海外的那个收取什么多少个点儿，那都是没有意义我们也不在乎这点钱，就是说想帮大家，能尽量帮大家一把然后国内目前想逃出的共匪国的就是想跑出去，包括没有后顾之忧的，你包括你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或者说一块儿走，对吧？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就可以就是一起走，请速度联系我们的客服这是重要的一点。还有国内的各省市自治区骨干请团结做事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实力，锻炼好身体，保护好家人，这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咱们现在目前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就是所处在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就是所处在的这种水深火热的这种情况当中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这是最重要的还有第四个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像 P4 实验室就是国内已经开始放毒，请大家把这个药物准备好，包括青蒿素青蒿素糊酯对吧？还有一些伊维菌素大家都把药咱们在前年或去年都已经安排，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对吧？把事儿都安排好，已经开始放毒了，估计在死亡的高峰期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第五个是国内缺钱的。就是第三梯队，包括一些大学生，包括在前年开始组织的这种大学生，人数不少因为这个人数众多你包括现在这个人数非常多在各个这个各省市自治区的这个咱们骨干下边有很多的人所以说有些事情呢，不能有些事情不能统一去做包括按照国内的这种情况呢。不能统一的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毕竟第三梯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宣传教育口就是说包括在大学各方面的
都是没有在社会上没有一定的经验啊，就是包括从前年开始，今年开始有一部分加入了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队伍，还有一大部分人啊，就是思想上并不是说特别成熟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摔打，所以说我们没有啊特意的就是进行这种咱们的这种打打杀杀的这种啊任务啊，没有去弄去，因为毕竟还年轻还小，有可能国内现在父母啊就是一个保卫哥的，对吧？也没有必要去做出这么就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主要是在第三次队让他们坐在宣传火上啊，宣传啊，主要以宣传为主啊，并没有做一些实事啊。那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咱们有一些第三梯队的啊，家庭条件并不是太好，需要一部分钱啊。当然我们也在，也包括救济的一部分，但是老救济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毕竟是咱们这个灭共基金啊，各方面的也并不是说，就是说每天的钱就是来源不断啊。包括咱们做一些主要的事情，包括一些灭共的这个网络的黑客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咱们做一些暗杀活动啊，对吧？包括一些主要的一些东西啊，咱们包括枪支弹药的购买啊，对吧？都是从咱们这个钱当中出的。所以说这个还有咱们这个服务器，咱们自己的这个聊天系统，咱们自己的群，咱们自己的软件，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个服务器也包括维护费用啊，各方面的就是都是咱们自己去折腾的，就是都需要咱们的团建基金啊，就是咱们都需要用钱的地方比较多，所以说咱们并不可能救济把这个所有的人都救济一遍，那不绝对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咱们就是可以做棋牌的，就是咱们原来的这老项目的啊，赚点零花钱，这种棋牌呢有可能做不大啊，大家也别太介意，就是说自己在一个在一个村当中，或者说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啊，赌博你是赚一点圈费就得了。圈费什么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说他们玩几把赚几把钱，你在里边提成几块几块，就这么就玩了。啊，并没有做什么，并没有做什么什么作弊啊，乱七八糟的，没有意义，对吧？其实目前现在就是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所以说有一些爱玩的人可以圈出一些项目啊，就是一部分人在里边吧，或者说一些亲近朋友啊，或者说在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可以在有没必要去在一个牌桌上这么去打，对吧？有可能在这上面，哎，快点八毛的，对不对？一点点，一天能玩60把或者多少桌，对吧？一桌里边抽个3块4块的，对不对？300-400块钱到手了，就这么个意思啊，就挣不了大钱，就是维护你们的吃喝。比方说现在的这个，上班啊，我估计在国内的这个，包括这个小时按小时算工资的，应该也就是200-300块钱吧，对吧？所以说就是赚一个轻松的钱啊，就是安安稳稳的把家庭啊。把家在家里就是待业也好，帮父母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对吧？不一定一直在啃老，对吧？包括现在的咱们这个快手也好，抖音也好，做一些什么视频乱七八糟，全你妈骗人的，没有意义，对不对？一上来就是他妈的交钱买这个买那个，买完了狗逼事儿干不成，是吧？而且什么流量的全你妈逼扯淡，对吧？全是他妈的蒙人的，想给你来多少流量，不就后台控制嘛，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做点这个东西呢，是虽然比较实在啊，没有说什么坑蒙拐骗的一个东西啊，打一圈两圈的，一圈你一人收1块钱的这个圈费，对不对？谁赢了以后，谁输了以后交点圈费，对吧？包括这个台费，对吧？就是赢一把就一共就1.8块的事儿，估计没有人赖账啊，或者说自动扣除之类的，对吧？对吧？就这个意思啊，维护好啊，这个喜欢玩牌啊，你像南方的这个四川玩牌的人很多啊，对吧？的特别多，所以说包括在实体店里边玩的也很多，都是闲的无聊的，玩牌太多了现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有市场啊。咱们并不是说在里边做一些抽老千什么的，做一些东西，就是玩啊，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玩啊。包括各个的软件的棋牌里边，包括各种玩法各方面，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啊。你们当地喜欢玩的，或者说玩什么东西的，或者说你怎么要求怎么来收取钱的啊，包括你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都怎么收取钱的，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客服说一下啊，这是最主要的，就是针对国内缺钱的第三梯队所说的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是国内的这国家国内的这个战友啊，家人有糖尿病的这个东西，我就是说一些朋友啊，就是
深有体会，包括你一定要买好胰岛素，有可能国内这个胰岛素没有啊，或者说比较乱，对吧？还有这些基础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什么神经的乱七八糟的很多啊，就是包括有些东西是有还是没有啊，对吧？进口的或者说有还是没有，各方面的都提前备好，这是最重要的啊。这六点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战友一定要保重啊，目前现在这种情况啊，目前现在这种情况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目前就是包括国内的这种什么房贷啊、车贷啊，啊，就是众多的贷款啊，就不要还了，啊，还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国家是即将成为历史，啊，你包括从国际上看啊，从国内上看啊，基本上都已经前已经没有什么计策了，已经没有，就包括李强也好，各方面，你看看他现在目前所做的每些事情，包括去俄罗斯这件事情。我发现这个领导啊，是他妈的是不知道是俄罗斯有什么把柄，折腾在抓着共匪，还是怎么着，还是他妈的傻。全世界都认为俄罗斯是啊，是怎么是入侵者，联合国都已经判了俄罗斯是入侵者，连朝鲜都在远离，朝鲜、伊朗各方面都以各种条件的这种划清界限。还有白俄罗斯，对吧？很聪明的一个人，对不对？唯独中共傻逼呵呵的，派着飞机，派着人1.8万名，这个跑到俄罗斯，然后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好多中国人又是敲锣又打鼓，你傻逼呵呵的，一个俄罗斯苏联跟你说，在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事件一下斩尽杀绝20到30万的华人。你去给人家他妈的敲锣打鼓去，你就可以想象到，哎呀，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在助理这个国家，在领导这个百姓，什么样的一个领导，对吧？什么样的一个领导能够不顾自己国家子民的安危，然后再照顾别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说要这样的领导，要这样的他妈的共匪领导我们有何用？所以说毕竟想尽办法必须把它拿掉啊，只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邪恶势力，是一个魔鬼，必须把它拿掉啊。唯独现在第八点，唯独什么都可以失去啊，唯独生命不可以。所以说目前现在不要做什么过激的事情啊，什么想不开的，什么抑郁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想，没有必要啊，什么事情都要顺其自然啊，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啊，把握掌握世界命脉啊，包括现在所学习的东西，大家知道，包括英语也好，日语也好，包括目前现在的 AI 的一些，包括大模型语言所掌握的几种25种模这个就是语言的模型，各方面也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与时俱进啊，不要停留在共匪国那个二逼傻逼的那个什么什么易言什么百度的那个，全是利用海外的大模型经过自己的代码的啊改变完了以后瞎他妈折腾啊，完全没有自己的知识展前啊，所以说一定要跟着包括谷歌也好，对吧？马斯克的这个叫几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谷歌的也好，或者说 ChatGPT 也好，或者说等等等，一共很多种模型，一共大概25种左右啊，大家去看一下，包括很棒啊，而且很神奇，很神奇当中从背后感觉到这种啊机器学习语言，还有这种网络，还有这种 AI 的自主学习更新的这种能力的神奇。而且是这种语言的啊这种魔性啊，让大家就是对学习当中啊非常有啊有一种憧憬的感觉，感觉非常啊有一种啊与时俱进啊，有就包括如果要是把这种东西运用在啊包括数字货币，对吧？等等等，让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包括人工啊就是智能的这种啊看病也好，医疗好，医疗啊，对吧？包括这个，学习，包括咱们现在所学的这些知识，包括课本上的这些东西，马上就可以在这上面弄出来。如果要是咱们从课本上的东西，如果在这上面马上都拿出来的话，为什么要还从课本上一点一点的去积累？
对吧？很简单的东西，对吧？所以说在课本上肯定以后要进入大量的改变啊，这是非常重要，在学习上面非常重要啊，这是一个东西，有点题外远了啊，所以说远了，为什么未来在未来的就是这种憧憬啊不可估量啊，好处啊，包括憧憬未来的美好的这种感觉啊，让人不断的能够想象出来啊，这种冥想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说国内的这个孩子啊，目前现在乱世，包括国内孩子有可能今年在开学以后会化验血型各方面，但希望家长呢能够有组织的啊，能够齐心合力的把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学校谈判成功啊，实在谈判不成功的一定要想方设法去避免把自己的血型和秘密去公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如果在有孩子你是有责任和有使命去啊关心他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啊，所以说尽量呢一定要保护好，这是你的责任啊，不管国灭也好不国不灭好，这都是你的责任啊，在乱世也好不是乱世也好，这也是你的责任啊。第十个，尽量把银行的钱取出来放在家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已经说了不是一遍两遍，解释的程度也不是一遍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审时度势的啊把这十点一定要放在心里，慢慢的潜移默化的给家人慢慢的沟通，希望把事情呢圆满一点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种共匪国即将灭亡的同时啊有未来美好憧憬的同时啊，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和家人的健康啊，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客服啊，就是不耽误大家睡觉了啊，把这个视频该剪的地方剪一剪，不该剪的不该发的发，不该发的咱就不发了啊，有一部分发在 YouTube 上啊，作为咱们的纪念，有一部分在咱们第三群第三梯队群，还有咱们的这个还有这个咱们的主群啊骨干群发一下，好吧，这样咱们这个分播一下，好吧，有用的东西该剪剪啊，就到这里啊，咱就不多说了，耽误大家睡觉了，好，就到这里，好，再见。